手枪上就你一个人的指纹，案发现场也没有第三个人带上。我们冷家会竭尽所能为林九哥主持正义。你们都在说谎，你们都是骗子。这个林九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们黑帮手真的也太长了吧。听说他杀的是警察局长，狠角色呀，连自己的父亲都敢杀。林耀东女儿犯我手上，也算是老天开眼。林九哥，没人能帮得了你，只能靠自己。爸爸，你的女儿不会窝囊的死在这，我一定会找到杀你的凶手，替你报仇。我向你保证，你的案子我不查清楚，我不会原谅自己。青雕，我想跟你做个了结，用这里的方式了结。有本事了，你再来一次！你青雕的局，我几时处过？何况是我曾经的手下败将。你能不能把这一切都交给我？让我照顾。害怕。我在这儿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点伤害，相信我。嗯。敏芝，你真的就这么喜欢这个龙天宇吗？我这辈子认定龙天宇了，谁也拦不了。那个姓龙的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？就算是玉石俱焚，我也一定让九儿活着。这人是怎么处理尸体？狱警张三已经失踪七天了。永远别爱上警察，因为警察翻脸比骗子还无情。我就不相信那个龙天宇不会妥协。你别忘了，你也是有妹妹。想想今天要是怎么样的话，你也别想活着离开。别动，别动。不怕死，跟我一起越狱。人只有自由才拥有明天，我只有自由才能替爸爸报仇。有人举报越狱犯青雕藏匿在沙门。哼，说搜就搜，那我沙门在上古还怎么混？你们竟然用女囚做毒品实验，一定要抓住你们！我怎么都没想到，你们竟然把制毒基地设在监狱的地底下。权力就是功能，你什么也改变不了。证据就在被告人手上，当时凶手用匕首刺进我胸膛的时候，是被告人
用手握住了刀刃。上古城里没有法外之地，更没有法外之人。